好，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首先还是真诚的感谢所有的莲友，今天是礼拜一 ，Blue Monday。礼拜一工作是很辛苦的，在百忙当中还来听闻佛法，我跟大会都由衷的感谢大家。昨天教各位观大悲观世音菩萨。今天我想要教大家观阿弥陀佛，所以先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工作人员可以请坐，请坐的话你也可以练习禅修。好，先看幻灯片。这几天都介绍了很多禅修，然后目的是要有转换你的心。那在讲座的时候，个别的重复提醒各位，佛力、法力跟智力，当然成佛是要靠自己，没有错。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乃至于下一尊佛狮子吼佛，也就是噶玛巴的化身，衔接第六尊佛，衔接会出现一千尊佛，每一尊佛都会讲经说法，广度众生。但是说到究竟处呢，成佛还是要靠自己。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条路上真的是很漫长。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所以大乘佛法它可贵殊胜的地方，就是你要有长远的心。但是人毕竟是人，所以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你会发觉你的心也会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必须仰仗佛力跟法力。请看幻灯片。净土宗在华人的世界常常有一句话，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的。原因是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是在十方诸佛国土里面排行榜第一名的，他的大悲愿力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缘很深很深。当然其他像文殊、普贤、地藏、虚空藏、除盖藏八大菩萨呢，也在十方无量的世界度一切的众生，但是他必须有缘。所以事实上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看我的手，是一体两面的，一体两面的。其实阿弥陀佛心中化现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要化现呢？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阿弥陀佛，但他听到阿弥陀佛就会分别，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要死的，所以他内心里排斥，英文讲 reject 或是 defending， 就是不接受。所以只好观世音菩萨千百亿化身先满你的愿，解你的缘。举一个例子，就像各位在看到我朝圣短片的时候，你也看到我穿喇嘛的衣服，我穿喇嘛的衣服，可是我现在讲座是穿大乘咖啡色的衣服，可是听说有很多莲友就不喜欢我穿红色的衣服，这是你的分别。我有大乘跟金刚乘的传承，对不对？当然我讲经说法，我是穿大乘菩萨戒的这个袈裟，我受过出家菩萨戒、饶益众生戒。可是问题是，穿咖啡色的猩红狮跟穿红色喇嘛的猩红狮是同一个猩红狮还是两个猩红狮？回答我，同一个。那你为什么讨厌穿红色的呢？这就是你的心的分别。
其实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是同一个，甚至呢，观音菩萨可以化现无量的四臂观音，对不对？六臂如意轮观音、准提菩萨、甚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白衣大士。为什么观音菩萨要化现这么多？因为呢，你挑你自己喜欢的。所以在净土宗里面呢来讲，求生极乐世界啊，是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的。纵使你念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你总不能说，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请回去，我只要观音菩萨来接我。你不会这么愚痴吧？你不会这么没有智慧吧？事实上西方三圣同时是来接你的，但是因为你的缘，你会看到阿弥陀佛跟你有缘的话，阿弥陀佛就会比较明显。你看到观世音菩萨生欢喜，观世音菩萨比较明显。所以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讲，我作佛时，十方所有的众生来生我国，莲花化身愿或临终接引愿。事实上西方三圣是同时来接引你的。若你多读一些经论，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两个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庄严，只是头顶上大悲观世音菩萨意念他的老师磕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的头顶上磕一个宝瓶。事实上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所以答案我要讲的是，不要有这么强的分别心，尤其是在错误的分别。请看幻灯片，净土宗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落日悬古观，请看太阳。为什么要选太阳呢？因为刚升起的太阳你不太容易观察，正中午的太阳啊，很眼睛很刺眼，夕阳西下的太阳你会觉得比较柔和，这个就代表阿弥陀佛身上的背光。请看幻灯片，当我们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太阳，我们常常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看渔夫也想着回家了，对不对？天也黑了，大家肚子也饿了，想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你看在太阳要下山的那一刹那之间，万丈光芒的太阳它是会反射的。所以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当太阳月要仰下的那一刹那之间，就会像回光返照一样更为的亮。接下来最后呢，太阳就进入了地平线，然后就消失了。所以在净土宗里面，观无量寿佛经有一个观法，就是你要看夕阳西下的太阳。各位可以练习看看，下次去圣淘沙的时候看着太阳，太阳它一定会往下，对不对？可是你看着太阳，然后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念到假如太阳没有掉下去，就恭喜你，你得定了。也就是你眼睛打开跟眼睛闭着，太阳都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就恭喜你，你一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试试看，不过不太容易。那近代有一位往生的叫智玉老和尚，他就曾经跟我分享过，我请教他啊，他已经往生了，他是军人，杀生很多，可是他很虔诚的出家弘扬佛法，培养僧众，他非常的精进的念佛，他最后预知时至去了极乐世界。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观过，可是呢很不容易，因为太阳呢是无常的，是会下降的。但是你看着太阳是训练你的心而得定，但是他练过，结果他看出了太阳是什么，是黑色的，不是金色的。那依经文来说，黑色或灰色，那表示你的障碍很多，所以你要继续忏除业障。所以你看夕阳西下的太阳，接下来再看以清净的心，你就会看到佛突然在你面前。见佛就是这样，什么能见佛？以清净心来见佛。假如你的心像水一样这样浮动的话，你是见不到佛的。所以你可以发愿，但是不要急躁。今天也有几位莲友跟我讲，哎，他有一个莲友拜佛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二三十年，就观世音菩萨救过他很多次。
也有一个莲友很苦恼地来跟我说，师父，我在病痛以及障碍很多的时候，我求观世音菩萨，可是我却没有观到观世音菩萨。答案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心的清净程度不一样。见得到也很好，不要太高兴，不要得意，因为这表示佛法讲的是真的。没有见到也不要气馁，也不要怀疑。甚至这位莲友问我说，师父，我是不是跟观音菩萨没有缘？不会，所有的众生都跟大悲观音菩萨有缘。接下来你再看，当你心清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西方三圣在临命中的时候来接引你，那一刹那就像云一样，一刹那之间就打开来了。你呢，就像呢脱一件冬天的衣服一样，看到阿弥陀佛金色的莲花捧着你。然后呢，你看看中这张图片，中间的阿弥陀佛是穿红色的袈裟，不是金色的。所以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配合莲花布。这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捧着莲花，然后放光会加持你，善男子善女人，以你多生多劫修持的功德力，欢迎到西方极乐世界。假如你是念英文的学校的人呢，你也不用担心，阿弥陀佛跟你讲 Welcome to Amitabha Pure Land。假如你是讲潮州话的人呢，阿弥陀佛会跟你讲潮州话，因为语言是空性的。如果是你客家人，你也不用担心，哎，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会跟你讲客家话的。所以你必须多了解佛法。那临命终时见到佛的时候，你不要怀疑说，哎，阿弥陀佛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临终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临终的时候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怀疑。所以有听闻佛法跟没有听闻佛法，你的信愿心是不同的。请看下面这一张，这张就是我生平一直到现在都观想的金色阿弥陀佛，非常的庄严。它很简单，但是你很容易观想。那它背后的那个光芒就代表落日悬古观太阳，佛的身上有背光，头上有宝盖，万丈光芒，然后你就会听到天月明空，异香满室，所有人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所以三种力量的结合请背起来，第一自力，二佛力，三法力。自力你要有虔诚的力量。这几天我也教观想，也有几位莲友来会课的时候问我说，师父我不太会观。我说没关系，慢慢来，因为你从来都没练习过，对不对？你们买马票也不用练习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只要四个号码一选就会啦。你为什么会呢？因为你常常买嘛，是不是？你都知道啊，哎，给浪转到哪一条街向右转，那一家呢最容易中的啊。你什么东西都要练习，所以不要排斥，你有佛性，只是你不愿意学习。第二，注意听，观想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有佛友问我说，师父，我一用力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对，没错，你是真正用功的。不要太用力，也不要太散乱。看师父的麦克风，以两边来说，假如你的心不专注，很散乱的话，散乱的心就像摇动的湖水，它是见不到月影的。所以你散乱心，你心不专注的话，你也观不出来。第二个，如果像左边，你太用力，你一直想要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我要把你看清楚，答案因为你心绷太紧了，反而也看不清楚。要保持 middle way 中道，就是心放松，感觉它就在你面前，就像你想妈妈一样，佛像它就会立体的自然自然自然它就会现前。而且它现前的时候是自自然然的，不是说哦像卡通动画，哎，阿弥陀佛先跑出鼻子，再来两个耳朵，再来一个嘴巴，再来头部，它出现的时候是全部一起出现，自自然然出现的。你得去练习。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把它执着是真的。但是这个在观佛三昧海经讲，你想佛像有佛像的功德，
现在又有莲友来跟我辩论了，师父，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所以就不用观了，你很愚痴。你不要以为你懂了一句金刚经就懂了所有的佛法，谦卑一点。为什么呢？这个是写在观佛三昧海经、菩萨念佛三昧经，甚至波州三昧经里面讲都要观想，这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教的。简单的讲，有些佛经是从空门入，现在教你是从有门入，所以你要练习观想。我说过，你想爸爸想妈妈你就想得起来啊。给浪呢，讲经结束的时候你跑得非常快啊，因为要去搭 MRT 啊，你也是想得起来的。所以观想要慢慢慢慢练习，不要有排斥心。第二个，佛力就是持咒的力量，不管佛万德洪明的力量或咒语的力量。第三个，法力就是禅定力，所以你的心要宁静。假如你的心像波涛汹涌的海浪，那你是见不到佛的。不要说往生见不到佛，今生你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你也不太容易见到佛。虽然极乐净土说阿弥陀佛会临终来接引你，观世音菩萨来接引你，那是只对临终的而说。假如你的禅定力增强，你的念力增强，你的观想力增强，你不用等往生以后，今生就可以见到佛，而且那个不是幻境。再看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这张唐卡它后面旁边有迦摄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对不起我讲错，是阿难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因为迦摄尊者是中国禅宗的时候才放在佛的两边，可是在西藏的唐卡里面它雕的是阿难尊者跟大目犍连尊者。你看这张唐卡，藏传佛教里阿弥陀佛它也光释迦牟尼佛，对不起，也可以光中化佛。就像注意看它背后的光是什么，彩虹的颜色。接下来再看，你在定中见佛的时候，不但可以见一尊佛，也可以见五方佛，慢慢扩展变成十方佛到无量无边诸佛，最后就像这样一圈一圈一圈的诸佛菩萨，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会呢在虚空中显现。所以什么叫波州三昧，就是定中现身见到十方诸佛，当然阿弥陀佛也会出现。可是老实说，对一个凡夫啊，要修这样的大乘禅观啊，不太容易，除非你多生多劫的善根。所以你看定中也可以见到35佛或53佛，这就是你拜88佛忏悔文。今天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我拜了很多年88佛忏悔文好吗？当然很好。那88佛忏悔文的功德力呢，是跟普贤行愿品一样，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啊。当然我来新加坡每一次都会介绍不同的法门，也鼓励你，你可以换成1357念普贤行愿品，246一样念你的88佛，或念你的法华经或大悲咒或普门品，并不冲突的。好，脑筋灵活一点。好，接下来再看阿弥陀佛，事实上它也是彩虹的，看到了吗？这是藏传佛教的唐卡，阿弥陀佛是光中化佛，本身它是透明的，你要观这样，不要把佛像观成石头或硬邦邦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大乘的法师常常不讲这个重点，事实上这就是大乘观佛三昧里面的空观。你讲照见五蕴皆空，其实所有都是空的，我可以告诉你，就近化来讲，佛像也是空的。所以这样呢，你观想你的心才容易得定，而不会增长执着。像这张就是很庄严的阿弥陀佛，像彩虹一般放出无量的光明。好，接下来佛可以出现一个两个十方无量无边，最后释迦牟尼佛说，假如你能观得出来很好，但若观不出来怎么办呢？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人类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观佛的眉间白毫像，请看幻灯片，
这出自于《观佛三昧海经》，也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事实上，很多人喜欢念《阿弥陀经》，助念的时候因为很短就可以念。《无量寿经》很好，有阿弥陀佛48大愿，事实上净土宗里面教的持名念佛多，很好。但是我希望你持名的时候，你的心若能够观想或观相的话，你的念力会更强。请看这张佛像，这张是按照道正法师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台湾的比丘尼，按照造像度量经亲自画的阿弥陀佛。请看，真正的阿弥陀佛长得不是人的脸，它是佛的脸。你注意看阿弥陀佛，对不对？耳朵非常非常的饱满。曾经有小朋友问我说，师父，为什么阿弥陀佛的耳朵这么大？那我要拉一拉。不是用拉的，是用修的。多生多劫，对不对？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佛是用修来的，所以他万德庄严。有些人可能喜欢佛的鼻子，有人觉得佛的眼睛慈眉目视，你觉得很好。但注意听，这张佛像要你教的是观佛的两个眉毛的中间，在印度教里面叫第三只眼。其实这只眼就是我们佛性的显现，所以第三这个两个眉毛的中间叫眉间白毫像，它是整个脸圆的正中心，你就专注在那里，然后呢慢慢的放松，听阿弥陀佛的圣号。当阿弥陀佛你心很宁静的时候，佛像呢要慢慢练习，它自自然然就会立体的现前，你就觉得好像阿弥陀佛呢就像你看镜子一样，就在你面前，你的心就会宁静下来。为什么要教这些方法？因为你不想佛的时候，请问你想什么？想马票，想财色名食睡，想贪嗔痴慢疑。你真的想一想你自己，你从早到晚想什么？其实你都是想自己比较多，就算偶尔你会想到别人，那也是很短暂的。所以现在告诉你，不要想世间的。为什么呢？想世间的染污，想恶念，你会到三恶道；想善念虽然很好，你会到三善道。可是想佛啊，是清净的念，所以净土净土，你们也很喜欢讲维摩诘经，心净则土净。但心净则土净要有方法啊，不然谁不会讲心净则土净呢？每个人都会讲啊。但是你看到境界来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美女就噗嗤噗嗤噗嗤，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对不对？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呢，女生看到，哼，她为什么比我漂亮？哦，原来她穿Gucci的，下次我也买一套。你看，你嫉妒心就升起。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从早到晚，我们的念头真是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啊！你若没有方法，你不念佛，你不念咒，不修持的话，你的心真的很难很难停下来几秒钟。接下来再看，所以两个眉毛之间，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跟《观无量寿佛经》里，释迦牟尼佛亲自教我们，娑婆世界没有办法观广大无边的阿弥陀佛，那你就观什么？阿弥陀佛的脸。先从阿弥陀佛的脸慢慢练习，就像你看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对不对？你要见师父，对不对？你怎么一知道进来就看到我是新弘师呢？你不会叫我其他的名字，因为你看过我的脸，所以你有印象，对不对？有些莲友你进来，我虽然不一定背得你名字，但是我记得过见过你。为什么？因为我也是记得你的脸。所以脸孔的记忆对人来讲是最为熟悉的，因此你要观想两个眉毛的中间，这叫眉间白毫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想。好好，今天好等一下，好，我们先这样练习好了。好，不要让我继续讲，我还没讲完，讲一个段落哈。听考给你看过这部天上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照片，但是我现在从不同角度解释，专心听。天上的明月就是你的真心。我们佛经里面常常讲心，其实中国文化一个字有很多意思，你要想它是真心还是妄心，还是指杂染心，还是指清净心。
还是真妄不二心啊。听说主席也介绍下一场讲座叫楞严经，楞严经是非常深的，很多先生他想真妄不二，佛法他难懂的地方也在这里，他有次序的。请看幻灯片，天上的明月，佛菩萨的心就像天上皎洁的明月，万里无云，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这个是真心。但下面呢，我们波涛汹涌的海浪就是我们凡夫的妄念。再来看，妄心像水中的月影，你看月亮它有影子，有湖水的地方或是呢圣塔山外面，这样呢食物的时候你会看到月亮非常非常的明显。李白啊，中国的李白就是很愚痴，喝酒喝酒完以后要捞水中的月亮，就跳下去就淹死了。他是这么死的，因为他把水中的月影当真的，当是水中的月影是假的，是代表你的妄心。好，再来看真妄不二，是说当真心的月亮慢慢下降，跟你的妄心结合一个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月亮。再看我的手，全部看我的手，师父上面的手是海浪，下面是海水。看当我们的海浪这样飘的时候，对不起麦克风挡住了。好，看这里，下面是海水，上面是海浪，对不对？站起来吧，专心听，这一段很重要。你要怎么理解真妄不二？上面是我们的海浪，下面是海水，海浪跟海水是同时的。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虽然你很苦，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上面的海浪，你没有看到发脾气的心啊，下面就是海水。你有没有看过海水跟海浪分开的？没有，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凡夫没有学佛法，只看上面的海浪，哇，海浪很大的时候你就很害怕。事实上海浪跟海水是连在一起的。举一个例子，你在这里听佛法，你为什么听得懂？因为你有真心啊，你有佛性啊。假如你没有真心没有佛性的话，你就不会听得欢喜啊。你看柱子不会跟我 say hello 吧，因为他没有意识啊。所以当我们讲真妄不二的时候，是讲第三个阶段。但是我们凡夫常常受到海浪影响，比如说海浪大的时候，哇，你下了，像日本的东南亚，不，日本的海啸或东南亚的海啸，你看到海浪的时候啊，你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你只看到上面的表象，可是呢，你没有看到海浪跟海水一起来。各位知道吗？全世界现在用的电很多，有一个就叫水力发电，水引导它在长江三峡降下来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动力啊。水本身有很大的能量，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海水本身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叫你禅修，看自己的念头，看什么？刚开始看上面的海浪，看久了以后，海浪越来越近了，你越来越近，你会看到海浪跟海水啊，就是同一个，知道吗？今天我把那个禅修很高的教法秘密的告诉你了，你要去体会。所以禅修真的很重要。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一定很多的妄念，想孙子，想家，想过去，想不如意，没关系，不要怕，就看着他，不要跟他跑，跟他跑你就被他骗了。还有也不要去压他，你压他，他海浪越多，就看着他，看久了以后呢，他就没辙了，海浪。所以我们英文讲 wave， 海水叫 ocean， 讲 wave 跟 ocean actually the same water， 这叫做真妄不二。听懂了吗？有一点点懂吧。下次你听楞严经会知道，哎呦，就是空有不二，自他不二，真妄不二，哇，真是不二。到底什么叫不二？你用这个海水跟海浪去想一想。那也就是说，禅修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心宁静，不要受妄心影响，而看到自己的真心。真心升起了，它就有无量的力量。我们的内心里也有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但是呢，它被灰尘盖住了，所以你要慢慢的练习。
为什么你要拜忏，为什么要诵经，为什么苦口婆心师父要劝你3000遍5000遍，为什么要你念10万遍大悲神咒，就是降低你海浪的频率啊。你若不修行，你问你自己，你从早都想什么？想轮回的因啊，对不对？所以各位莲友不要放弃好吗？好，现在来看阿弥陀佛。好，那这个 CD 呢，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就放。我这次很用心的故意不要用传统的音调，因为我也知道净宗学会呢喜欢放慢一点的阿弥陀佛。今天我放呢这个叫做思乡佛号，新加坡出的，各位可能有听过。一开始是火车的声音，代表人生如列车，然后呢你就会想到说人生啊真的如列车，而且呢我们呢最后啊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要回到哪里呢？其实回到极乐世界的老家。所以他是用那个思乡的佛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的。等一下哈，先给我一下。好，现在背挺直，请你身体放松，请你想阿弥陀佛刚才讲的这个万德庄严的相貌。我要你想，你心中不用做什么，你就放松，然后听阿弥陀佛的佛号，然后呢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好吗？刚开始它是火车的声音，代表人生如列车，生命我们就是像来搭一艘火车来到人间的过客。假如你不习惯观阿弥陀佛，可以请你看一下幻灯片，想一想阿弥陀佛万德庄严，注意在他两个眉毛的中间，想想看我们在六道轮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弥陀跟观音是大慈大悲的慈父，你哪时候才会回到极乐世界的老家？放轻松，完全把身心交给阿弥陀佛吧，享受轮回短暂的法喜。任何一尊佛都是三界导师，四身慈父。任何一尊菩萨都想尽大悲心救度众生，出离轮回的苦海。我们常常要感恩佛菩萨的恩德。
感觉心有比较宁静吗？比你平常心散乱的念佛，可是你的心似乎从来很少去想过佛吧？想佛的力量是很大的。大师之念佛圆通章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般人念佛都是口念弥陀，心散乱比较多，所以师父建议你念的时候要很专注，要很虔诚，要很恳切，这个才叫不夹杂。很多人都常常用不同的解释去夹杂，解释不夹杂，其实你要很专注，很恳切，很认真的念，但是你方法可以换。就像我常说，你喜欢吃北方的面食，你不一定每天都吃面，你也可以换包子、花卷、馒头、锅贴、烧饼，对不对？都是面食。米粉，对不对？蒸饺，这都是面食。吃不一样的东西，还是有同样的营养的。所以念佛并没有说不可以换不同的方法，念佛是你的心忆佛跟念佛朝着往极乐世界这个方向，绝对生生世世不动摇，这个才叫做专精。专精是指你的方向不变，但是我们的心会变，所以你会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调整自己。好，请开灯。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讲义，继续按照进度，请看讲义第97页第七行 page 97 line 7，请看丁四，以刑具所重所敌重。我们继续讲昨天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一点长，不过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在不同的地方补充穿插，希望你觉得佛法会有更多的法义。那刚才念的这个思乡佛号呢，事实上是由新加坡的这个出版社，各位可以或其他佛教文物店买得到，叫做思乡佛号，非常的庄严哈。因为有版权，所以希望佛友们要尊重 copyright， 师父没办法扣给你，我做教学可以介绍，但是你若想要的话自己去买。请看经文分二，物一，求尽于同窟。是时百千万刹帝利小王，我婆罗门以恶心，然后把它锁在同窟里面，及无数的百千的边地之人也都关在同窟里面，所以他的心是很不好的。昨天说过，这个婆罗门过去当过外道，用过咒术，甚至呢他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嗔心很重。他第一个先把这些与会大众的刹帝利王呢把他关起来，而加上铁链安上枷锁，把所有的刹帝利的首主都绑住的。再来看物二，牢锁多重门。是时我在这个窟当中又造了很多的门，以之长木做第一重门。这里七重是把它关起来，
以第二重叫做曲尼蜡木，这是印度的一种木头，现在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它叫以曲尼蜡木作为第二重，用复用铁做第三重，第四个又用熟铜作为第四重，第五个用生铜，第六个用白银，第七个用黄金，这个代表七重。印度常常喜欢用七七，像阿弥陀经七重蓝顺、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代表多的意思，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中七个方位，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呢看到有七重。接下来有七重门上各有五百各种的关锁而牢固之，然后呢每一个山门每一个门上呢又放一座呢很重很重石头的假山，也就是说他想尽办法把它这个关起来。接下来再看丁午，现那罗天救苦，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出现了，请看分三，悟一，变身试探。事实有那罗天，这里的那罗天就是观世音菩萨，哎，我后面会看到给你看图片。好，观世音菩萨要度这么凶猛的，对不对，阿修罗王，他又把他的囚犯像人质一样关在里面，那怎么办呢？请看观音菩萨有一天就变为苍蝇来试探，可以看得到吗？现身为蝇，各位有没有听到啊？观世音菩萨可以变苍蝇，你不要认为苍蝇里面没有观世音菩萨，这里经文就有写。第二个，第二天他变蜜蜂窝，嗡嗡嗡嗡嗡，为什么他要变呢？因为从军队的角度来讲，你变同一个身份了，容易呢，被 CCTV 拍到。没有，开玩笑的，古代没有 CCTV。就说现在哪里都有 CCTV， 全世界呢，都有 security system，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不可以装 CCTV， 就是厕所，因为那是人的隐私，对不对？好，你看观世音菩萨先要探路，第一个变苍蝇，第二个变蜜蜂，第三个呢，观世音菩萨变一个猪，第四个他变成一个非人像，就是幽冥界众生，如是每天都变异，变异呢就像中国的变脸一样啊，大家知道中国大陆有个戏变脸，对不对？其实我们人也常常变脸，翻脸不认人呐，对不对？我们脾气来的时候呢，变脸呢比变天还快啊，所以他身相变异而做探视。好，接下来看一下下面一张，这就是那罗天身。看，这是我在重庆大足石窟派到的观世音菩萨，叫日月观音，现那罗延伸。后面我还再给你看这张经文里面讲，观音菩萨捧一个日跟月，它有它经文根据的，这叫做日月观音，现在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很高兴，我好不容易拍到这张，好，因为它可以帮助经文解释。请问你再来看物二，破坏铜窟。Q&A， 我 Q&A 的号码是我编上去了，为了你讲解佛经方便。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心中就思维，做事婆罗门法，那罗延天，做上法以后就变道来到了洞窟，想要破坏这个门，除去这个门上一层一层的山，所以我一个一个就把石头给丢掉，然后就高声的大喊，里面的人呐、啊。无圣天子啊，你受大苦恼，你还是活着呢还是死着呢？这是观世音菩萨喊的话，因为那个洞窟有七层嘛，很深啊，观音菩萨把洞窟的石头呢拿掉以后就喊了一下，无圣天子啊，你们现在很苦恼，我知道你们是活着呢还是已经死了呢？这时候呢请看悟三，苦难求救。这时候在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喊我，他立刻喊，我现在还活着，我命今在，那罗延尊天啊，你有大的精进力，赶快来救我吧。这时候呢，那罗天身就破坏铜窟的七重门，最后就把他救了出来。接下来看科判丁六，筹伎俩以对抗分三，悟一，苦心思维。这时候这些呢王子呢
这些呢，无圣天子啊，这些国王啊，是无圣天子呢，在洞窟里面就想，我们今天呢，能够脱离被关的这个苦难，而见到那罗延天。可是他心里就想，那请问阿修罗王呢，是死掉了呢，还是不见了呢，还是跑掉了呢？他就一个回答啊、他就一个疑惑。请看经文，事实各个心中思维，其大阿修罗王呢，是已经死了呢，还是呢今天死期到了呢，还是跑掉了呢？接下来再看下面，物二抗衡战斗。这时候刹帝利亚又做了言，我宁愿跟他打斗，绝对呢把他杀死，因为我若不把他杀死的话，我心非常不甘心。你看哦，这些人呢被观世音菩萨救了呢，还是要报仇的，可见我们的嗔心是很难调伏的啊。我先把故事讲完啊。死而有地，我不应该受这种侮辱跟关在这里，今天就算我死了，我应该依刹帝利门的战斗之法，要跟呢这阿修罗王绝对拼个死活，战斗跟相杀，而且我绝对要把他活活的致死，我才甘心将来回到我的天上。这时候物三各备兵马，这是所有的这个王啊，在这个监狱里面呢，好，石窟里面被那罗延伸观世音菩萨救出来以后，他们的神通力啊就恢复了。这时候呢，就每个人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各于自舍。请看科判，物三各备兵器。十珠小王就回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驾着各种马车、马鞍，拿着各种兵仗的武器，开始准备战斗。当然他是天上的天神，所以他们骑的马是用天空飞的，不像我们在地上是用走在地上，他是在天空而飞的。好，接下来看98页第六行，丙巳观音神变，调伏刚强众生，分八。第一个，丁一，观世音菩萨现在，刚才现那罗延伸，现在他又转变为婆罗门身的。请看经文，十那罗延，那立刻一刹那之间又变成了婆罗门身。他的身体呢是矬陋的，就有点弯腰头背，是老的，着以鹿皮而为娇弱，就是在身上。好，所以有人问师父，为什么四臂观音的图片上会有鹿皮呢？这里有讲鹿皮，请各位看一下，上次给各位看过这张四臂观音，看一下四臂观音，它身上有三个念珠珠宝，然后我们看到的右手边有一个鹿的头，还有鹿皮。曾经有连我问我说，师父，我们不是说不要杀生吗？怎么观世音菩萨呢，不是披貂皮大衣啊，可是他却披鹿皮。听好，这个只是装饰，你不要这么执着。在印度贵族才能够披动物的皮，有豹皮，有虎皮，鹿皮，鹿代表柔软，心柔软的意思。不是说观世音菩萨真的去杀一个鹿然后披一个皮，不是，而是说以印度的文化代表观世音菩萨是尊贵的，身上呢披的鹿皮。那各位，你们不是也很喜欢披貂皮大衣吗？对不对？很多富贵的人就认为呢，有拥有貂皮大衣呢才是最为富贵的。不是，这是印度的文化，代表它是尊贵的意思。好，再看经文，再回来看，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婆罗门身呢，然后着以鹿皮而为洛翼，就是这个鹿皮呢披到自己的肩跟下腋，手中执持的三旗拄杖，正念三旗拄杖，就是三个类似拐杖的东西，代表权势的意思。所做的物呢，随身而持行，来至到我的门口。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婆罗门身。接下来再看丁二 Q&A 第16个， Q&A 是我编上去的，为以讲座方便。请看丁二反复彼此问答，分五。
巫医，这时候他就来了。这时候守门人呢、就很紧张，说告诉他你不可以进入这边，你长得很丑陋，不可以进来，你又弯腰驼背。婆罗门说我从远方来，特别来到这里。他就问他巫医汝何人。再看巫二，你从哪里来。守门的人就问婆罗门呢，你从哪个国家来。婆罗门说我从月之国王处来。这个不念是，念月之国，以现代来讲大概属于在克什米尔一带，那有一个叫月之国，我是从那边来的大仙人处，我从彼而来。换句话说，我是在那边修行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呢？因为特别要来见你的国王。再看下面经文，悟三禀大王。这时候守门人员呢、就赶快跑进去见到大阿修罗王，说国王啊，今天有一个婆罗门来，身体呢、有一点老，弯腰驼背，可是相貌很特殊，特别来，而且他说他要来见你。这时候悟四为何而来。大力的阿修罗王说这个人来干什么，他想要什么呢。这守门人员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不过他想要见你。再看悟悟，换此人大王阿修罗王说好吧，那你就请婆罗门进来吧。守门的人接到这个教敕，这个命令以后，就到门口说婆罗门请进入，我的国王要见你。好，再看下面 Q 丁三，恶大臣挑是非，就是 Q17 Q&A。 这时候大力阿修罗王见到因为呢他相貌非常庄严，他是婆罗门身，非常的庄严，他看到他就生欢喜心，就请他坐在宝座，赐宝座令座。这时候大力的阿修罗王啊，他的老师就奉上所奉侍的金星，然后呢先在椅中，金星呢就是给他一个金色的杯子，给他饮料。可是呢国王虽然看到婆罗门非常高兴，可是很不幸的他旁边的臣子不喜欢他，他就说告大阿修罗王说这个婆罗门啊，国王小心是坏人，他恶人先告状，你来到这里绝对是要破坏你的老师的，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对不对？你到底存何目的呢？接下来他就说告元，我今知此，我现了呢婆罗门身，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婆罗门身就是从那罗天身来变的。好，我要说的这一段是说，有些古代的国王若用错了人呢、其实大臣是很容易挑拨离是非的，这个在任何一个佛教团体也是如此，同时在任一个师门下也是如此。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现在想到六祖慧能大师。五祖见到六祖的时候，对不对？五祖也教六祖，可是六祖是南方人，南蛮子而来的。那五祖他是一代高僧，在中国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其实他是先教神秀国师，神秀国师的涵养是很好的，然后呢他作为国师，所以他涵养很好，他学问也很好，他就写了一个寄颂，大家知道我上次讲过，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亦勿使惹尘埃。其实他是讲我们修行的过程。神秀国师的涵养很好，他既然成为国师，他的学问跟道德品德很高，但是啊，他还是有一点点在乎他的地位，所以他还是有细微的烦恼。那五祖知道不知道呢？他知道。但是当六祖慧能大师听到人念这个偈颂，大家在传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偈颂虽然写得很好，这个偈颂并没有开悟。开悟的时候呢，他就写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写了这个偈颂的时候，其实五祖啊知道这个人是开悟的人，但开悟完以后呢，他并没有说什么，他说南蛮子不用管他，可是他知道我的法是要传给五祖的。为什么？他就叫他到房间去做工，
可是等到半夜的时候，他却才去见他，用金刚经，用袈裟围他起来，为他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时虽然六祖大师是南蛮子，是南方人，是砍柴的，他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啊，因无所住而生习心的时候，他就已经晓悟了。后来呢，他就到见到五祖的时候，五祖知道他是大根器的人，但为了保护他，所以故意呢就把他放在厨房里，免得人家会嫉妒他。可是呢，他知道他根性很厉，所以他偷偷的到房间里用袈裟围起来，为他讲金刚经，讲一遍，讲了一遍，他就大彻大悟。他就跟他说，世人永远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了衣钵而明争暗斗啊！所以达摩祖师传道的衣钵，我传到这里，你就不传了。所以中国不是没有传承，有，但世俗的人只会为了衣跟钵会争名夺利。所以他说，传到你这里就不要再传，然后你只要传心法。所以他有神通，就跟他讲，你半夜赶快跑，有人会追杀你。为什么？你看啊。他就半夜走了，走了以后呢，五祖就送他到岸边，然后就划船，就跟他讲，他知道此去就不会见到他师父了，他已经开悟了，大彻大悟。他还五祖叮咛他，你开悟以后不要急着弘法，因为你还会有障碍，你要到南方猎人队躲15年，15年以后你就可以弘法利益众生。然后呢，他就送他了一首偈，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智亦无生。各位你知道吗，师父26年前学佛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放六祖慧能大师传，我跟着我同学去看，我看完以后放声大哭。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段呢、啊，五祖旁边的人呢、啊，出家人呢、啊，为了衣钵、啊、拿刀子去追杀他。神秀大师本身没有，听好，他的涵养很好，可是旁边的人为了捧他，所以就拿着刀子啊，出家人啊，拿刀子去追杀他。所以人在修行的时候，当权力跟欲望是会让你迷失的。另外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的意义，第一个，你说五祖知道不知道？知道。所以真正好的老师若看见一个弟子啊，会把他打入冷宫的，他不会让他在旁边的。为什么？因为在旁边大家会嫉妒。这跟我们现代的教育不太一样，你要多多想想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对不对？以前我听我师父讲啊，因为我们呢现在呢好的弟子都喜欢围在师父身边，当然师父也教，可是你不用去执着你师父，你真正按照他的法去修，你才会开悟。所以你看无助的时候，就到晚上拿着拐杖问他米熟了没有，他说熟了，等师父验证。他为他讲一遍金刚经，他就开悟了。当然这个各位有可能要跟我辩论，很多人都喜欢讲无助呢传法给六祖，六祖没有读书，对不对？没错，这一生你看到是没读书。你知道六祖多生多劫都是讲经的大法师啊，那他为什么要示现一个没有读书的人呢？告诉各位，有读书跟没有读书，你。